加 NPC， 我看他加了个什么 NPC， 屁股点开看一下。哎，做那个摊位任务的话，还要交这些矿的吗？我不用做摊位任务了，你直接买500多元宝，买个令牌就好了。但他这个有错误，你买过来3级不能买公司的。我是叫 GM 给帮我改了，我不可能，我之前中式的现在摆不了是吧？不可能的我。我叫 GM 上我的号帮我改过来了。我本来就是他卖点中式的钱，摆他摆不了，我他妈的完蛋了。他就之前就搞起来，就是为了装，又上门了。这个怎么捡到这些鬼玩意儿？小三刚副比牛皮筋这些二档。生了个毫无素质的儿子，到处扔垃圾。人物有个小片，我刚看到。啊，没小片，我看错了。法师片不有吗？当时不达到了吗？两个。现在我们要法片的话，暂时也没别的用处。他妈的，我生了你这个无效子，真的也是头疼。哎，大秦什么时候做的这个神网啊？哪个神网？是的，这个神网是这个神网是上次我把王，上次不是换着的，是我把王网杀了，王网那个手抱下来的。哦，对，两手生动的，想起来了，对对，王网不是你那个，你那个是给了喝麻了那个法号了，你不想要那个手，两手两动百八的。你那个手跟喝麻了，不是换了你的左手吗？你忘了？大秦这个手法防百八，命中30，少点法攻其实还可以的呢。这个手命中是拉满了，他妈的这个鳖孙他妈的年纪轻轻他妈有剑王者。绝驴是你吗？我想报两个银子啊，可以啊，上一次。动都不掉，打什么片？刚维护好打片，我感觉有点问题了。打几个了？这第几个了？一个片都没掉。
他是你叔叔，他骂我干嘛？他骂你可以，你不能顶嘴。我也不骂了。你想骂我这个狗儿子，随时可以骂的呀。这个不掉片就有点恶心了，不掉片没必要打了，不掉片打十几只都不会掉。这三档也没掉啊，没掉片就不用打了，就可以送休息了，等你过段时间过来。吊片一直打没用的，他是不出就不出，他妈你一点用。妈打过道怎么一把钥匙就掉啊？天蝎鞋子，一双。